首歌好了，也是唱那个我部落传唱的情歌。他们刚才来的时候，一来的时候一直在问，他们这些朋友特地从台北来，啊，一来就问我说：“你今天会不会唱那一首歌？”因为那首歌是在叫好茶写的一首歌，我是为那个人的男朋友写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在一起啦。啊，这首歌叫做我怎么忘了？那个什么？你们先聊天。对，这首歌叫做《别离开我》。那个时候在旧茶，我跟国栋在旧茶待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我们在盖石板屋嘛。我最长的时间就是待三个月在上面。那个当中有很多一些平地朋友都上来啊，然后我们很像很久没有看到的人一样呢，看到那些登山客我们就围过去。很久没有看到人，就是因为上面没有水，不是没有水，是没有电。然后每天晚上两个男人都在那边对话，然后一看到人很开心嘛。啊，他们那些游客上来待了差不多三天，那三天的时间，我那个朋友爱上了那个女人。那一天他们要下山的时候，我们要送客人下山，因为送到就是送客的那有一棵树。然后国栋一直在那边讲：“别离开我啦，别离开我啦，开玩笑的。”但是我知道他口气上是开玩笑，其实他心里不是那样子。啊，那个女孩子她最后还是离开了。然后回去后，我们两个人就写了这一首歌，然后跟各位分享这个最后一首歌，在叫好茶的创作。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你，我对你没有什么任何的理由，就像现在我只想唱首情歌给我最喜欢的你，别离开我，Thank you.
今天有美娟跟尹冷哥两个，我不是啊，搭配。所以我应该讲，请掌声，开始。那在唱这首歌之前呢，我先跟你们讲一些这首歌的故事哈。我是台湾族的小孩，看得出来。但是我的爸爸是卢凯族的，台卢养大的哈，所以我有一半是。你要台卢是？阿妈。阿妈。是阿妈吗？台卢。台卢是奶奶的意思。我的奶奶。你要讲。我爸爸是卢凯族的改牧养大的哈，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那会唱部落的古谣是因为我的环境，我每天生活在很多老人家的地方哈，那他们也很愿意教我唱部落的古谣，尤其是已经没有人会唱了，他们都很愿意教我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它是一首情歌。但是很可惜的哈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卢凯族的青年去诠释这首歌哈，因为这首歌是属于卢凯族的财产。可是因为卢凯族跟排湾族结婚了，在早期的时候，所以排湾族就有了这首情歌。那这首情歌是我的那个老师教我的哈，他已经离开我们了。那这首歌他从第一段到最后一段，他是在讲说他是很喜欢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家里人一直要帮他介绍给这个女孩子，这是一个对唱，可是我自己一次把他唱完，我一个人把男生跟女生的部分都唱了。那他是在讲说爸爸妈妈说你是可以跟我在一起的，可是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我这样？因为卢凯族跟台湾族其实他们是蛮，应该讲说很低嘛，他们对自己的感情是很不愿意，很自然的告诉人家说我就是喜欢你，他们都会闷在心里。他就是这样，他说我什么都不是，可是你却选择了我。那女孩子就讲说，我也什么都不是啊，其实我们的身份是平等的，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这样。这首歌的歌词大概就是这样，那我就为大家演唱这首歌，它的歌名叫《拉尔萨里》，这是用副歌的那个去取的哈，《拉尔萨里》是虚词，好，没什么意思的。爱路。
谢。好。谢谢各位哈，希望下次还有那个机会，为大家演唱。今天，我们下去过生日吧。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